这将来就是要替咱台湾呢，争取一个上光明前途的产品。第一，色最水；第二呢，咸呢。先阿涵，是安那？咱这明明火龙果是甜的，啊，你来遐搞整整到变咸的。这早期是军方列管物资哎，然后这个提炼之后可以做军火，也是台湾之光。这款物件讲会当做军火啦，你敢要相信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一暗时10:30，超地上元。